又嚟到 Set 世代大人嘅时间啦。今日带大家嚟到新加坡其中一个大型嘅商场，不过就唔系行街，而系睇下呢啲好似电话亭咁嘅云端自助 K 歌包厢。K 歌都可以话唱就唱，仲要关云端事啊？今日就带大家睇下啦。只要你好似我咁，见到个包厢冇人用紧，就可以随时行入去唱个够本噶啦。唔好以为空间咁细就一定好逼，入面其实可以好舒服咁坐到两个人，两边仲分别有耳机同埋咪俾大家一展歌喉添。坐好咗就可以开始揀歌啦。电脑入面有齐唔同语言嘅歌，我今日就想揾翻首李克勤 crossover C All Star 嘅歌唱下。好，喺广东歌男歌手嘅选项入面，等我手写写个李字先。好快就揾到克勤啦。揾到天梯啦。跟住画面就会提示我要俾钱，只需要用有 PayWave、PayPass 之类嘅信用卡，又或者 Apple Pay、Google Pay 都可以噶。搞掂，俾咗钱就可以正式开始唱歌啦。每一个 K 歌包厢都系自动运作嘅，不过其实背后都有联网噶。睇下我唱紧歌嘅时候，佢仲会按我嘅音准计住分数，喺网上比较当日喺新加坡各大商场录得嘅分数。好嘢，睇下呢首歌我嘅分数系今日全新加坡第一啊！另外叫得做云端 K 歌，就当然唔止比分咁简单啦。原来你只要攞起手机，用 WeChat 应用程式对准荧光幕右上角嘅 QR code 扫一扫，你嘅 WeChat 就会帮你自动登入咗户口。有乜嘢用啊？原来每首你唱嘅歌，佢都可以 send 翻个录音去你嘅 WeChat， 一般 K 房系做唔到噶。好啦，我要专心唱歌啦，下集再见啦。